小郎对光花一光暗灰，春天花开，观看日新黄昏，夜大露水，想我一个人孤单无伴。帝王对我来讲是一个真痛苦的身份。国师啊，你敢一定要在那裡啊，真是累，我來去那裡陪伴，我給他教一下。想必他的心中一定感覺很委屈，其實我給他觀察，他是上一個人独自来到这个所在，必定是有苦无人知，伊无想要了解伊的秘密。一个人伫遮困，也无准备被，等下寒着要安怎？最近这脑熬真烦，奇怪我昆龙是伫咧倒位啊！哎呀，我昆龙都伫伫咧遐呢。所以伤过忝啊，困去啊。三更半夜来点钟啊，四下拢无人，这是我上艰苦的时阵。小狗在黑白叫，在处出现啊，无啦，啊，我感觉我的新疆空气不是真好啊，出来呼吸一挂新鲜的空气。贵宾人替你打扫一番，过时。可能是无发现呐，为个眼神甲我讲，
甚至等下去轻功的所在，我还过来找司机。